红曲菌是曲菌属的一种真菌，已知会产生毒素者曲毒素 A 和柑橘素。柑橘素是污染食品的最丰富的霉菌毒素之一，它还生产二氢异香豆素、秘色素。它本质上是丝状的，并具有特征性的双细分生孢子梗，它们传统上是土壤真菌，现在开始适应不同的生态位，如农产品、家养动物和海洋物种。